不是，很少骂人。不是，就是因为其实那一场戏之前有发生一点事故啊，因为就是因为 那场戏是要找东西的嘛， okay. 然后刚好在那一个之前，因为我一直要练几场戏，因为我一直怕我做不到到那现场去。然后刚好那一天，我真的是弄不见我团的链子，然后我真的是来发疯的去找，然后所以跟那个情节很像。OK， 所以演得蛮顺利的，那是 OK 啊。我觉得当然，大家就要自己过得开心。你如果觉得瘦下来比较美，你觉得那样开心的话，我觉得那很好。那你如果觉得有肉一点比较美，那我觉得很好。跟别人每次跟我讲说他喜欢他现在的他，那我觉得很好。那你就开心的就做自己想要的那个，而不要成为每个人想你成为的那个你。那种感觉，因为参加完选美比赛之后，就是有一个素人。突然成为了一个 social media 的关注，就是开始有得到很多人关注，然后就很像那个故事里面这样，就很多人 comment 你的生活嘛，然后就那时候就开始有点 lost， 然后就开始过后就决定要做你自己这样。跟新一样哦，有哭哈、哦，所以哭得很自然。有观众决定。Serene is actually a。导演给我这个剧本的时候，其实他是讲是喜剧，到最后他改成很多作为他自己那一套温馨的喜剧，所以就有很多情绪是被骗的感觉吗？你说是就是有很多情绪的戏的，而且刚刚就有看到就是有很多，所以我自己也蛮担心的时候，然后就有幸好那时有两个 week the class 这样子、okay. 然后就有把那情绪，因为导演是有带我们去做到那一套。So when Serene